这个东西是之后的道具。天哪，这个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确定小朋友玩的吗？你怎么可以控制我？等一下要干嘛？大家都知道我对爱情、恋爱其实有特有的独到的见解，但是我觉得恋爱里面我缺少一个元素，叫做浪漫。我真的是不够浪漫，尤其是结完婚之后都不会浪漫，只觉得浪费。我缺少的地方需要弥补，所以我今天请到一个浪漫大师，苏豪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今天来拜师的，我今天来拜师。不要不要不要这样说，浪漫恋爱大师啊，恋爱，对对对。我们知道，其实你出了一个新的专辑。嗯，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许苏豪，最近发了我新单曲，叫做《香香的》。我觉得你的歌曲真的是有点颠，让人家觉得它那个曲风啊，悸动的感觉。会让人觉得好像在谈刚谈一场恋爱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可能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追求一些浪漫的，不一定是感情。哦，就可能说我自己去露营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去追求一些浪费时间但是很浪漫的事情。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子会搞混，有时候我觉得就我们就直接一点嘛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可是但是其实你如果要浪漫，那些就是一个铺陈。在恋爱的当中，其实五感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要来重新找回这些感觉。好，那他们给我们一个名片。好，这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在那种西门町阿伯骑脚踏车后面，对，后面那个亮一堆那个灯，自己抽灯箱。对，它这个应该是用视觉啦，因为我觉得敢玩敢秀嘛，秀敢秀就是要看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进去店里面看一下，走走走走走，这到底什么店呢？这个纯台北地方自制。哦哦，哎，到了耶！哇，这个也真的是太塞了吧！到了耶！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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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这个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餐酒馆。你看它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吧台屌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吧台假屌。我刚刚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知不知道哪里屌？然后就扫到，看到，真的很屌，真的屌。那这边的照片我们就先不看。哦，哎，你贩卖部。他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。哎，这样我也可以把我专辑放过来吗？会不会会失焦？我觉得封面要重新设计一下，我还是不要破坏人家精心就是布置。对，我们先不要破坏，但可以欣赏一下。对。哎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老婆在看你，老婆在看你。哎，这个是卡拉 OK 吗？哎呦，投币式的哦。哇，你有看过这种卡拉 OK 吗？这个有在河滨公园有看过。而且这个感觉很高级耶，以前拉霸应该没有这个液晶萤幕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边，其实它就是讲究，就是所有的灯光。从你进来之后，那红色的霓虹灯，有点点带点刺激，又有点带很神秘。然后这边卖的东西又非常特殊，所以我今天带你来吃吃看。好了，哎，看到这座菜，但是我们还先不品尝，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我们要来进一下游戏哦，考验大家的触觉而已。哦，然后再去形容它，你摸出来是什么感觉？来来，你先碰碰看。他每次要摸的时候，你都吓他一下，说不能看。哎呀，什么感觉？哎呀，什么啦？哎呀，等一下，什么？它不是恐怖的，它不是恐怖的，所以放胆去摸。会动哎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不吓我啦？哎，这个触感好奇怪哦。你要小心。你的手势有点……没有吓到。为什么要？怎么了？我要了解啊。是哦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哎，我好蛮喜欢这个，有感觉了。先形容一下你摸的感觉，就比较像气球，比较像气球的质感。对，触觉比较没有像气球这么的薄。可是因为它的前后是有动的，就不会是这样子像气球一样吧？对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厚度，如果是这种保险套，应该是贩卖机版等级。这你还可以知道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过于厚实。不是歪的，小朋友的玩具，我真的吓坏。我刚刚误会了小朋友的玩具，原本就这样，还是你没有？小时候说不定有玩过了。我小时候有玩过。哎，你要怎么拿？你拿住。这个超级难拿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滑？握不住的水平。哎，哦，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小朋友对小朋友就是，它里面是水吗？水啊，哦，是水啊。但是它特点就是它会握不住。哦，真的啊，它会一直滑动。欸，真的会一直滑动。哎，欸，
欸、真的，难怪我刚刚拿不起来。没，它一直滑动啊，我握不真的握不住嘛。哎、欸，故意呢？我没有玩过这个哎、欸，你也没玩过这个哦。对，你看你不要这样子，对，尽量不要这样子。哦接下来就来到了品尝的阶段，所以这里的东西都非常特别，好不好？这跟我想象中看到这家店会出来的菜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么精致。对啊，你结婚一年，但你跟你老婆交往非常的久，因为她是你的学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是交往很短结婚，你是交往很长去结婚，对。我一直觉得这两个的爱情的基础是不太一样的。结婚的元素跟因素也不太一样的。对，那在婚后的生活是不是也会有点些微的不一样？他就是在一起很久，你结婚以后，反而在结婚那一刻，你可能不会特别觉得哦，要升到什么了，嗯，就叫哦，我们就是一个多一个身份嘛，因为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嘛。对，那要融合成一个家庭，那这个融合期呢，就会带来很多的，不管是摩擦，对，或者是意见上的分歧，其实这都会经过这一段，所以那个过程呢，相对的激烈。这个婚姻当中啊，我觉得缺少的就是因为结婚久了，缺少就是一个浪漫的元素。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怎么样去经营这个氛围？我们有时候在家吃饭，我会点蜡烛什么的，有时候啦，也不会天天这样子，会挑真的好浪漫。我跟你讲，蜡烛花朵就是最浪漫。你有送过你老婆花吗？啊，有有有，我才刚送，才刚送。刚送？对对对，有，我送她一盘菊花。他就揍我，等一下，白菊，而且是白菊，菊雏菊那种。哇塞，你确定现在没有危机了吗？现在婚姻有需要我调解一下？不用，可是需要，所以才问你啊。过年包红包，记得是红色的哈，红色哈。对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多东西要出发之前要先问我。啊，对，很容易会错。要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先打给你。对对对，哎，到底要送什么啊？好，来，刚刚我们已经五感里面我们已经试了三个，对不对？现在剩下两个就是嗅觉跟听觉。吃饭的时候，哇，香，嗅觉就会主导你全部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视觉性的动物。对，我们把眼睛先闭起来。好，你用嗅觉跟你的舌头去体会。首先你要先去闻它的味道，因为闻的味道呢，其实是这道餐点的重点。好。好，来，你的头往下一点点，这个应该有烤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吗？有，它有一个很浓郁的香草的味道，因为它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提香。那每一种食材呢，它适合的香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哇塞，连切都要盲切哦。对，盲切。好，那你来指导我，待在这边。哇，这个地方我插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叫 Anka 就是它靠近边围的地方。它会特别特别的焦香，你的手再往后一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了，有没有感觉它大概有断裂了？哇，这感觉是五分熟，所以你大概知道是什么了？是哈，你很厉害哎，享受一下，咱们吃起来这块味肉的甜度特别高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吗？这是牛肉吗？其实是鹿肉。真的吗？没有骗你，没有没有吃过啊。哇，跟我想象的样子是一样的。刚刚也吃了它旁边的，它就是比较焦脆。对，所以先从旁边的 Anka 去吃的话，它的碳香味啊，跟它肉的产生的香气也会比较明显。接下来这些菜呢，其实它都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料理。它上面有鱼子酱、海胆、甜虾，然后上面一个多拿，它上面是一个炸过的，然后去搭配它。怎么这么幸福啊？如果它还在融化，它还在融化。我觉得它这个生虾给人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它的海胆，其实蛮像的耶。海胆的口感跟生虾都是有一点黏黏的感觉。哇哦，啊，这个很贵，很贵气。接下来它的重点是牛杂卤肉饭，这个搭配的鸭肝，哇，上面还有鲑鱼卵。
我会建议你先从下面的牛杂开始试，因为有时候油脂过重的时候，你反而会把这个牛杂它原本的甜度压掉。对，我就觉得你先把牛杂吃了之后，再配鸭肝。如何？哦，融化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要先吃牛杂了。不然它没有东西要去融化，你先有牛杂以后，再放鸭肝去融化那油牛杂。对，天哪，这么厉害！接下来就是红油炒手，像红油炒手，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油香味，红油的香气，辣椒去怎么样把那个炼的出来的油脂去凸显出来。那里面呢，它还是包了鸭肝，你有吃到那个油香味吧？所以呢，它本身你看起来不会有油，对不对？它是用它的鸭肝去提升它的油香味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贵气的馄饨。馄饨，我知道你现在你之前是有得到有入围啊，入围最佳男歌手，对，好像是街头艺人，对，然后街头艺人。我当街头艺人当了大概3-4年的时间，然后其实中间一直在做幕后，帮其他歌手写歌什么，就这样子去维持生计啊。然后有卖歌就开心，没卖歌就继续路边，就是再继续表演，继续表演。对，然后后来也是自己这样发了专辑以后，然后开始签到公司，然后发专辑，后来入围，所以就一路上这样走上来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路上面，你在做这个专辑，尤其今天这个 EP 香香啊，香香的，介绍一下你的。好，我接下来的这个 EP 呢，我会在2月的时候会4首歌都发出来。哦，4首歌都发出来。那我这4首歌都是讲感官的，一开始有触觉、嗅觉，然后有视觉，还有最后一个是自觉。自己内心的这个感觉。最近发的这首歌香香的，它刚好也是讲我自己。平常家里会有买很多蜡烛啊什么，就我个人的喜好去写出来一首歌。然后我觉得香味可以让人提出记忆。有时候你闻到这香味，你觉得啊，就是之前发生什么事了？是，学生时候闻到的。对，或是有时候我闻到烟味，我会想到以前去网咖的时候，它都会带起一些回忆。因为我知道你有帮很多人写歌之外，对对对，还有合唱。对，那我本人也是畅销歌手。哎呦，我以为只是畅销厨师而已。我的梦想是，我希望可以开演唱会。哎呦，然后呢，再来演唱会的下一步呢，其实就是跨年演唱会。哦，就有点点难度，所以我希望呢是这样子。如果哪一个时候你有在办跨年演唱会的时候，把你带上台这样子。哇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这个傻子，我很傻的。以为只要按个键，也不用说话，他会懂我想念。只要看得见，关几寸的小窗小框，想象在他身旁，把荧幕调亮，深情的对望，每次就这么大方，指尖的触碰，心早已被触动。只隔着一岁玻璃层，却不用太琢磨，那就把你放进口袋，录下我的告白，刷不用几分钟，全写在